这个颜色不能深的，用最浅的颜色，就是你这个盘里这个颜色就行，别太墨了啊。然后刮干一点。嗯。这边就这么一样。干干的，反面画，反面画。就是刚才画哪面还画哪面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我就对了。是的，纵的颜色是反面，大姐。来，这笔啊，放倒，托笔。这就是这个树干，托着托着，你会发现它就皴擦了，开始。哦。故意让它皴的啊！如果你说我皴不出来，你就是拍两下也行，让它出现一些不一样的，嗯嗯、让它有透有漏的啊。嗯。皴、擦的感觉。反水，一定全别画实了啊！都是让它有透有漏的，让它有皴擦、有飞白的感觉。